龙血之力，你能挡住吗？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不要被司徒纵横当枪使。司徒纵横无关的存在，对我武王府将来是巨大的危险，要尽早除掉。11层功力，要拼命吗？ 大日如来印，停！这是什么火？我今日饶你一命，若你武王府还要为难我，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。破！ 现在还不是与武王府为敌的时候，现在只能全力防备司徒家的进攻。你不杀他吗？没必要，他已经是个废人了。终于来了，红二。 看来你把武从云干掉了。司徒纵横，把我的人放了。放人吗？你得亲自来。混蛋！下次就是喉咙了。有种堂堂正正打一架。以前我可能还会有些忌惮你。 但我领悟了二品宝术，龙魂枪，你没机会了。这也太容易了吧！洪家的天才，不过如此。 这是幽魂？喂，司徒纵横，你太大意了。少爷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先回洪府，这里我一个人就可以。这司徒纵横修为比少爷高得多，我怕。放心，少爷我有奇遇。 我听少爷的。司徒纵横，终于就剩我们俩了。有趣，我还是挺欣赏你的。若不是家族的命令，我还真不想杀你。动手吧！动手？我还想保存些体力，探索这座死城呢。 嗯，幽魂，干掉他！看来那晚的奇遇让你得到了控制幽魂的法宝啊！这些幽魂只是浪费时间而已。 是吗？啊！这是陷阱。